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是百变的日子。不是，今天就是你学校跳舞的日子啊。其实是 Jonas 的毕业典礼。Jonas， 你已经换好衣服了，对不对？小丑衣。小丑衣。没有啦，你想的衣服。缇娜，你还不快点吗？你还要换你的衣服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哇！神奇女侠，做个造型，做那些很酷的造型。好了 ，Jonas， 好，再接纳到你，接纳来吧。哎，等会儿再次评你啊。好，上舞台要闪亮亮的哦。很漂亮的感觉。好，现在好漂亮哦！出发去跳舞喽，走吧，走吧。得奖哦！他看到你了，走完。为什么你皱眉头啦？我奶奶赢了。Come on, darling.